拆除小车固定块，安装封面鸽子板，安装封面调节板，安装封面托盘，插上电源线，打开空开，按设定键进入工作参数设定，底胶温度设置160度，侧胶温度设置140度，夹面压力设置6档，夹面时间设置2秒，平台粗条设置5档，平台微条设置18档。进入功能状态设定，工作模式为手动，洗刀状态启用，糊头状态关闭，返回界面，挂炉舒心，夹紧舒心，选取封面中心点，对准夹面平台中心位，固定封面，按启动按钮，取出书本。